花花，你听妈妈跟你说啊，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幸福，只要你高兴，你怎么生气怎么怪妈妈，妈妈都心甘情愿。什么意思啊？开门呀，开门。欢迎我们的新娘麦成欢女士。俗话说得好，先成家再立业，等家亮这个婚事一定，你就该休息休息，德山呢你就交给家亮来打理，还有陈欢的帮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难得你们姐弟两个人明白一回。老板，哎，你知道刚才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布置订婚现场的是谁吗？ Sherry 说是辛家亮跟麦成欢。你这当哥哥的消息怎么这么不灵通啊？哎，你淡定点儿。哎，妈妈，因为您生我养我，所以我对您有很深的感激还有尊重。因为我体谅您的辛苦，所以从小到大，大事小事我都尽量的听您的话。您的无理要求，我都尽可能的忍让。我以前总是想着，因为妈妈为我好，所以我步步退，步步让，不知不觉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我想您可能只想要一个乖顺的洋娃娃，由您提着线丝好纵着去完成您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抱负，而我麦成欢，我麦成欢如今再也不想做这个洋娃娃了。冷静点啊！他都要放了天了，你还叫我冷静？哎，妈，自由，你现在29了，要跟我要自由了。你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我要啊？啊？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，吃我的饭才成人的，是我的钱够你读的书，你的身份证也是我给你的。你现在长大了，要搬走了。花花，花花，姐，看着你爸。
这是要搬哪儿？今天这一出大戏，黑料都被你看到了。你救我一命，我看你黑料，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。算吧。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，你过渡一下？不用了，心意领了。但是黄欢，沈早给我发消息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你上我那儿住去吧，走。哎，不，我不能去你那儿。为什么去你那儿？对了，奶奶，您看看。哟，哪来的？您打开看看。这是毛毛手工做的，嗯，您上次送了我手链，这相当于回礼了，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啊。一定戴着，一定戴着。太喜欢了，哎呦，太喜欢了。哎，走。怎么了？眼睛这么红？哇，麦晨欢，你不会哭了吧？大哥，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，遇到点事情哭哭啼啼的。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手洗两件真丝衣服，那清洁剂的泡沫实在是太足了，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，飘得我满脸都是，一下子就迷了眼睛。这还不简单，请个钟点工不就好了？不行，钟点工哪有自己洗得干净啊？而且我今天是午班，没什么事儿的。再说了，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，是不是？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？原来是关心陈欢呢。怎么会？我是专门来看您的，奶奶。